前呢，我们去打疫苗接种的时候会，会因为是有针插进去的，所以是有点疼。但是现在有吸入式疫苗之后呢，然后接种的话就没有说就是有这种皮肤的这种疼痛感了。然后吸进去的时候，因为它是雾化的，然后也比较好吸收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它那个口感的话，会微微有一点点甜。咱们接种后，需要留观30分钟啊，没有不适可以离开咱们医院。雾化新冠疫苗的话，咱们吸入后的话是不影响咱们的核酸结果的啊，可以放心吸入。接种之后，如果个别受种者有些低热啊这种情况呢，也是属于正常的，我们不用担心，因为疫苗在体内发生一些变化，会有一些这种反应，所以不必要担心。